大家好，我是超级服装师林静老师，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模特超级美女龙轩美美。请问美美本身是几寸的身材呢？不几寸啊，那个 size 就是有时候穿 XL。老师帮你量一看哦，是5XL。我是说我在中有含 XL。老师说你是5XL就是5XL，来说一次是几 L？ XL。5XL。XL。好，他是5XL。那老师现在来教大家哈，5XL 的女生要如何穿得下 L 尺寸的衣服呢？来，你先穿给老师看。老师，我觉得我承认我穿不下，因为再挤我可能是脱不下来。好，那我相信在收看的同学们哈，现在可以把笔记拿出来。老师现在教你怎么穿好，来，你现在先两只手压在肩膀上，先给他一个腰封，很时髦，很时尚。那今年就是流行一些，流行那种要穿不穿，对不对？好，以后你就不用再买大尺寸女孩了。真的耶，你再不是五叉 L 了，你露奶了。老师帮你用个吊带裙哈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你看，如果你怕露底裤的话呢，怕裙子会飞起来的话，你就这样子。不是，老师我不怕露。观众不想看。好的。哇，你的鲍鱼哦。谢谢大家。模特要道歉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下次再见。第一集，好，对对对，胸部过大的时候呢？那要怎么让他知道我这里有胸部？就是对，要提，对，要提上去。提高一点啊！好，然后胸部就起来了，大家都知道我有胸部了。对，很好，你们自己看有多强。这衣服感觉是那种道具耶。你穿不下就说是道具，这感觉是道具衣啊！真的穿不下吗？真的穿不下，因为它没有弹性。再试一次，幕后花絮。哎，不要问我！你看龙轩的表情，要记得退的，要记得退的，要记得退的。已经裂掉了后面。OK， 来。OK， 来。好看吗？好好看哦。我跟你说，你服装，我怎么来看这样？老师帮你脱。这样更舒服哎，老师，那就不用交代了，买衣服就只把它撕开就可以穿了。哦，好脱！你可以直接把它当背心穿。哇，老师，哇，干！老师一下，好紧哦，你自己看。天哪，很清凉哦。呜呜。这里要上音乐，因为现在现场太干。红桃姐姐妹一起摇，黑桃妹玫瑰一起摇，老到天荒地老，那哪会够有？